的名字是邹云，我今年17岁，我在这个学校上了7年了。小学时我是上了一个附近的中学，我觉得那个班里有50多学生，我觉得学生太多了，老师照顾不到所有的学生要求，所以在找中学的时候我特意要找个人数比较小的学校。所以我觉得 Berwick Grammar 符合所有的要求，班里非常安静，老师可以照顾到所有学生的学习。我觉得学校最好的方面就是那野营练习，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多课外可以学到的知识。我觉得学生非常有礼貌，我还有那学生之间有非常好的关系，像兄弟一样。我今年在学科学、数学、英语和经济，去年我已经考了中文。在大学我想学，如果上大学我想学工程。我在课外我是打网球、游泳，也弹一点钢琴。